乌龟啊，你怎么那么慢？你敢跟我比赛跑步吗？比就比，谁怕谁呀？走。各级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乌龟跑这么慢，肯定追不上我，先吃些苹果休息一下吧。这只骄傲的兔子，我要轻轻走过，不把它吵醒。啊，不好，睡过头了，快追！怎么样，我赢了吧，兔子？是的，我太骄傲了，下次我一定要注意。没事啊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嗯。